第三题，以下各常见的物理量何者单位错误？我们看到电阻的单位是欧姆，电压单位是伏特，电能单位、能量单位是焦耳，都是对的。B、C 都是对的。电量的单位应该是库仑，那么毫安培或者是安培是电流的单位，所以呢，我们错误的答案是 A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何者单位错误？我们答案选 A， 电量毫安培。